拳，切记你要在这边用力，也不要在肩膀上用力，用丹田，啊，用丹田用力，腰胯加丹田，啊，这样，或者正方向的话也是一样。那我们今天练习一次两拳。力量把它灌进去，从丹田到这边出力以后，力量锁定在后面，不要只看前面，啊，看到后面穿透过去。大家都打过一轮了啊，注意一下啊，腰胯一定要出来，啊，拳不用握太紧，啊，在这边当接触点，用丹田这么长的一个长度把它打过去，而目标锁在后面。啊，第一拳我们是假的，如果两拳都实的话会双重，跟脚一样，可能你这样啊，所以第一拳是假的，第二拳才是你要出的，啊。Oh.